同时院长在日前也再次的核定以9000万元再增购另外30条生产线，希望可以再多生产口罩。经济部召集相关的厂商征用厂商生产口罩，经济部自行购置的60条生产线也积极的生产，产能也陆续的增加。同时院长在日前也再次的核定以9000万元再增购另外30条生产线，希望可以再多生产口罩，以防不时之需。